然后其实呢，真正要做起来的话，我们这边跟他谈长期伙伴，是不是用每个月给他一个进度表？我们是大概都有一个例会制度。通常呢，我们一个项目呢，最多都是十天，一些 update 都会有的。但是就是说，你要是开展这些事情的话呢，就是你首先我们要开项目嘛，项目小组，项目小组的任务，他们如果觉得这个项目呢没有太大，如果不来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和电话会议先跟。Cabin crew, please prepare your doors for departure and cross check. Thank you.